芒果 TV 重磅自制真人秀《完美假期》即将在8月15号启动直播，12位选手将撕掉伪装，撞见真实的自己。在校花女神、小鲜肉、明星脸等当红素人曝光之后，小编继续为你推荐假期里必不可少的一味菜——开心果。逗笑别人也是需要功力的。大家好，我叫高火，今年30，当过兵，服过役，做过民宿和门卫，老家美容江苏许多小镇上，家里有车也有房。现在呢是来今天来报名参加咱们这一节目呢，想展示一下一个退伍军人的风采，也是想展示一下自己一个不同的精彩人生。谢谢。这语速都赶上华少了，您老是在说贯口吗？我去模仿华少，我是主持好声音的话，我说华少老师可以回家里生孩子，可以去带孩子去。火火同学棒棒的，如果火火同学遇上特别喜欢撕的张航天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我对人也是从好的出发点去的，我不是一个特别恶的人，就是我不是说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。最受不了的是别人在背后说我什么，如果我知道他在背后说我什么，我绝对就是踹房子进去。别说张航天还有着一丝潇潇的感脚，这两人要是撕起来，那一定是极好看的。我很喜欢。就像他踩在中间那次，就奇葩说刚开始播第一集，他们就说里面有个人特别像你，我说谁啊？我去看，我说真的很像的，不过是我像他又有点过强。竟然是你的爱豆，怎么感觉小编有点走偏了呢？回归正题，网络搞笑红人张飞，他在搞笑视频中都会融入很多武汉的传统文化。无论你是哪个城市的，现在就用你的家乡话和普通话，就像我这个样子，自由的切来切割，切来切去。想必90天当中有这样的逗趣原子在里面，就算没有手机、电脑、网络，也不会感觉无聊。更多精彩尽在芒果 TV 完美假期，8月15号一起约起来。芒果捞新闻，让小编笑一会儿报道。